好啦，基本上就另外兩位主持嘅十年抽已經係完全失敗曬噶啦。咁我哋而家試嘅呢啲下間唔係失敗啊，佢有 B 女啊嘛。我真係十廿廿廿個禮裝，唔知做乜啦真係。我上網見到人哋 post 咧係十年抽十禮裝咯，係咪真係話要個 master 拎住十把武器衝出去打怪咧？攞嚟咪三千，梗唔係啦。你好簡單一樣嘢。召喚英靈最緊要係咩啊？你有相關嘅武器嘛，所以你梗係要千手禮裝之後先有四百先有。唔係，即係同個 servant 講，喂，你嚟幫我啊！你睇下我啲武器成箱都係，係咪咁啊？好啦，咁我哋啊，當然係其實呢個就預告嚟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講咩一個啦，好令我哋憤怒嘅一隻 game 啦。我唔憤怒，我開心喎、啊。但我喺你嘅 message 裏邊，我見到你好憤怒喎、啊。我就憤怒喎！如果你咁樣，唔係，我覺得佢設定有啲奇怪嘅。係啦，咁啊，睇下嗱，呢啲唔關事嘅 account 啦，即係當然係本人開出嚟啦，因為本人已經上咗岸啦。好，你啲有啊咩抽咗幾多次啊？你經驗好努力，佢已經唔知手抽大師啦。上個禮拜就上個禮拜 Android 機嘅先行福利，先行者嘅福利，一路錄音一路拆手抽。犀利！上次錄音你翻嗰度抽係咪啊？佢上次錄音嘅時候已經喺度撳部機，撳緊個手抽。跟住我话成多句叫佢，你放弃啦，算啦，唔好再抽啦。直接白抽成才就啲啊！系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啦，准备咗五个 account 啦，咁啊，我哋又睇下究竟有几多礼装啊？好，嚟嚟哦，系咯，咁呢个系 Marvel 嘅 account 嚟噶，系啊，好啦，睇咩嚟先？第一抽礼装。是什麼呢？我是現在大家要留意，就是其實它是可以看它的光圈和看它的 effect， 你就決定了知道它是這個是什麼來的。樹齡已經很熟，都是禮裝。樹齡已經很熟了，竟然啊，哇，摸到輸我有五本啊，這東西有情抽都有啊，大哥，不要這樣啦。有情抽會出三星的嗎？好像沒試過。啦，禮裝都是我真的玩了大家扮曬氣，佢连突出啊！呢个魔咒，呢个诅咒。三张三星啦，我哋已经。诶，唔紧要啦，呢个都系礼装，放心。但系好常出嘅礼装嚟，肯定系十礼装嘅，应该系会。咁又有机会嘅，依照你嘅黑仔程度。咁下次俾你。呢个就黑仔咯，而家真系。我都识睇嘅礼装啊，好多黑件啊。唔系啊，一条带嗰啲系咪全部礼装？我咪储过十几件黑件当。唔系嗱，佢而家圆圈嗰个位嗰度，其实嗱都。都是禮裝的，因為它是由爆光的位置，你會看得，如果是英靈的話，其實那個爆光的位置是會耐一點的，那你就會判斷到它其實是就是抽中了英靈了。都是禮裝的哦，我們的四星 quota 位已經用了、yeah. 四星禮裝耶、yeah. 下一隻四星一張的就這張了。不是啊，它沒有人說過四星一定是人來的嘛，都是禮裝。哇，好服啊。我抽了几多把黑剑啊？请问十年抽未啊 ？Master 可唔可以装够咁多件黑剑、黑白色剑青跟住掉出街噶？唔系，其实黑剑可以召到边只英灵呢？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道。系二神之书。哇！呢本书其实好常见噶，呢本书真系。哇！张老师，我今朝真加三 HP 喎 ，OK 啦。我真系冇运行喎，恭喜晒十礼装。哇！真系好服，真系真系好服。哇！你第一日知咩？我梗系唔系第一日知啦，我啲嘢。哇！十禮裝，十禮裝成功耶！ Yeah. 好啦，咁我哋第一次嘅嘗試就失敗咗啦。啊，唔係咩叫成功先？應該話抽到四星英靈啦，最起碼係咪？抽到人啊，梗係要人啦，要嚟多托七啊！我真係，如果你第一次抽嘅時候，你抽十禮裝咁冇人用，咁點咧？嗰十禮裝擺喺個倉度嘅啫喎，係啊，係完全冇用嘅喎。點解佢唔可以學下白貓咁樣咧？系啦，咁 OK， 呢個 account 已經失敗咗啦。嗱，我係咁，我係會咁樣講嘅。我哋將嚟緊抽嗰五個 account 咧，我哋係會送曬俾所有人嘅。大家如果需要嘅話，即如果得邊個人對呢個 account 有興趣，不妨同我哋講。有怨念，你要知道樹齡信得出嚟嘅都唔幫係好嘢啦。哇！你咁講，哇！講㗎，你試下抽到雙五星嘅時候，你即係會唔會送出去啦？會唔會自己用？會係咪先？好，雙五星必須個品。我哋下個 account 好。好啦，經過頭先嗱，頭先第一回就係應該係十年抽裏面最慘痛嘅幾多次啊？
你有冇见？你有冇见过十礼装先？有，头先咪十礼装咯。唔系头先嗰个，除咗头先嗰个之前，我梗系自己都试过啦。我头先咪两次十，即系头先嗱，头先嗰一抽简直系模范嘅代表嚟嘅。嗰头先嗰下嘅十年抽，系最惨痛嘅十年。即系如果你俾钱嘅话咧，你真系想吊颈死嘅。我啊要吊颈吊两次，我要。好，事不宜迟，我哋去第二次。嗯，去啦，冲啦！好，右转啦，睇下仲差唔多马赛。好啦，礼装系咪？哇，好嘅开始啊！哇，四星我已经系好嘅开始，你可以四星礼装咯。呢个系咪保底嗰只？恭喜晒你用咗啦，已经高达。唔好咁，唔好咁绝望。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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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嗱，你都识睇啦，系咪先？好，牛肉丸。哦，三星拉达，组件沙织。几好喎！我成日见呢只，觉得唔系最少见到人已经好开心啦。我觉得系，应该系见到人已经好开心嘅。其实我哋要求好低嘅，发觉我哋大家嘅水，大家嘅要求水准已经系变得越嚟越低。如果我哋要蒸蛋，蒸蛋嘅店员，唉、哎，你可以大叫嘅蒸蛋，有人有人就算啦。会唔会咁啊？哇，五星礼装啊！哇，巴闭。有个人要呢个卡，我想问你感觉如何了啊？唔系踢加五百咯。五星嚟装装下嗰只牛肉丸，你有 course 啦，四星啦，五七啦。如果以星数嚟讲，嗱呢一暂时去到而家嚟讲，两张四星，一张五星，五星来装又有人咯。黑健大家冇嘢讲嘅，唔系黑健系一定有噶嘛，唔系咁啊。但系头先多个头啊，系你抽唔到嘅话咧，其实你应该去买六合彩嘅。咁啊，要有六合彩嚟，仲有必定保底嘅魔法书。诶，都唔一定嘅，艺神之书都系一个保底嘅好好嘅选择嚟嘅。艺神之书都叫三星啊，嗯，好多唔同颜色嘅黑剑，保底黑剑得啦。呢、這个咩五年价嗰啲，唔系 OK 咯，佢只要揸住人就 OK 噶啦。嗯，第二粒宝石啦，冇噶啦，之前呢个好话前面用晒，你知啊？咁红 A 几时出现咧？系咁两粒宝石咯，都召唤唔到佢。成为物嚟噶，我三粒啦。红 A 你喺边啊？红 A 出嚟，红 A 出嚟啦！阿泽系咪十一点先有噶？哦，冇啦。O、okay、K 啊，我觉得呢、這个呢抽嗱，连教学都话俾你听，有得强化啦。系啦，三粒你可以强化啦。喂，十年抽有一个人 O、okay、K 啊，系咪先？系咯，我哋要求真系好低。有五星嘅礼装，装身上啦，真系呢个肯 O K 喎，其实。有五星嘅礼装，有两个四星嘅礼装。系啦，咁 OK， 第二抽都系失败咗嘅。吓、啊，咁都要失败噶啦，即系冇四星人就系失败。冇四星人，我觉得都算失败。Okay, 我哋喺度统计，我哋抽到麦坑之后几多人？唔系，其实我哋要定义咗呢样嘢先。总之，我哋嘅目标系四星人。系啦，唔系好高要求啫。嗱，一抽好明俾你一间，两个都失败喎。你预备咗几多个 account 话？六个。嗯，好，我哋去第三个。好啦，轮到第三轮挑战啦。头先有啲进步嘅，我哋系吓，直情系大进步啦，系嘛？最佳进步奖系已经系头先个 account 噶咯。唔系，我哋希望再明天，你点知下一抽会唔会有嘢出噶？即系大家呢个我啊，呢啲 account 系送出去噶嘛？我哋系，嗯，系啦，所以大家应该系抱住一个好高嘅特别，大家吓咁期望真系系啦。好，我哋。第三次去咯，冲圣杯战争开始，正德正德，唔好贪心啦，四星你已经偷笑啦，礼装二郎五星、哦，五星礼装、哦，我一张咯，唔错嘅，唔错嘅 B 卡嘅礼装啊，一张，但你冇角色有 B 嘅话，废佢真系，嗱，好常规嘅三星剑一张。我觉得呢张可能好黑剑都会系呢张加防，我记得好黑剑嘅呢张。嗯，哇，人啊，人啊，哦、又系歪打，睇下先。哦，你又知系歪打嘅，三星歪打都好啊 ，out！ 终于有人啦。好，又一把黑剑，细小俾你看透了。啲黑剑重唔重一齐咧？即系开武器谱嘅，其实啊，买多件嘢啊，有冇先啦？头先冇噶，而家又翻啦。
我好討厭見到呢本書啊！我俾你聽，我試過一個十年抽抽過四本。但唔好意思啊，你知唔知我頭三抽係咩啊？魔法書、魔法書同魔法書，有人抽都有喎。哇！有人啊！咦？巴沙卡？咦？清機？其實有送嘅，不過算啦，有咁喎。喂，呢個 account。你咪攞去用咯。有兩隻角色啊，仲唔係一個好嘅開始？咦，唔係喎，第一次十年就係零隻角色，第二次一隻，咁呢個應該係兩隻。咦，咁即係完嘅咯喎。有，又最尾有五隻喎。哇，有人啊！咦，哇，咁誇張，呢個咩事啊？好多人啊 ，Lisa， 可惜都係三星。喂，想點話收人喎？哦，好、okay、大嘅進步啊！知唔知啊？我。四十件禮裝啊！而家，但我哋，但我哋仲係失敗嘅喎，我哋目標仲係未達到喎。龍馬，哇！龍馬都 OK 噶，龍馬係唔錯嘅低階加 MP 嘅裝備啦，係開係開始嘅 MP。我成日見到諗嘅，點解我哋我唔出奇啊？四星禮裝成日都見到係佢嚟嘅喎。好啦，四星禮裝又一次敗筆咗啦。哇！我得意好做喎，三個角色真係。攞去用啦，你有嗎？嚇、啊，冇興趣喎、啊。Yeah. 要 save 喎，唔係我要整得喎。廢話不多說，第四號開始。好。好啦，前三抽都係我嘅錯嚟嘅，因為我運氣唔係咁好啊。嗯。咁使唔使轉下人啊？轉下人啦、啊。我有得賴下啊嘛。係、嗯、冇用嘅。抽埋阿卡好開心啊！會俾你傳染噶嘛呢度？一齊嚇。唔系都我最悭咯，大佬廿力，既然话最，我唔信有马高冇紧噶，你知有马高嗱，事先声明啊，大家可以睇下无双咧，我应该之前已抽咗廿次礼装噶啦，今次系点啦？太少啦，廿次，卅次啊，不如嗱睇下卅次咯，礼装系点？我揿嘅好，第四次大战开始啦，有马抽嘅呢次，好啦，我哋吓转啦。咦哇靓嘢喂忍啦忍啦忍啦哇金色咦唔系喎咦巴沙卡 OK 啊我花火金我真系三百次嗱呢只角色系好多人都想要嘅其实呢只角色就好似唯一抽到就系呢只第三强嘅角色嚟嘅嗱有马有运气啊哇五星五星礼装火金有马有马你感觉如何了啊？打面打好爽，我花只火金。哇！忍啦、啊、忍啦、啊，点会咁噶？屋企人抽真系。忍啦、啊、忍啦、啊、忍啦、啊。哦，呢、這个小事啦。三星买得，都系人啦、啊，两个人啦、啊，两个人、啊。唉，仲有四星添，嗱，达成咗目标啦，第四抽终于达成目标啦。点会咁嘅咧？唉，真系失败。你啲手气几好啊？唔错、啊，哇，龙种啊！你冷静啲。喂，我知道你而家心灵受到好大嘅创伤，我都有震撼，知唔知啊？黑剑咁安定啦呢啲，一睇到黑剑即刻心如止水啦佢。宝盒嚟噶，俾咗咁多好嘢你。你拍嗰几多黑剑嘅时候，再多几件其实冇所谓嘅。哇！哇！你同样嘅五星，我今日又可以突埋添啊！可以界限突破啦！五星礼装界限突破，你仲想点？唔系咯，即刻突咗真系。哇！仲有四星咧，家姐都出埋啦，好多金色啊！我姐知，好多金色啊！我快真系火金，但你四星喎、啊，我买点数卡，我火金。哇！黑剑入嚟啦，黑剑系常态嚟噶嘛？果然系走唔出呢个框框。魔掌啊！魔掌。哇！又金啊！又四星禮裝啊，幾好啊！加房噶 ，OK 啊！呢個卡文加房加應頭啦，大家唔錯啊！有淨係有儲錢已經 OK 啦，好爽啊！想點啊？唔好咁貪心先得噶嘛。嗯，係啦。嗱，好嘅開始啊！我哋終於成功咗啦，有四星嘅 character 啦，第四次終於有兩張五星嘅禮裝啦。輸零啊！你都係死馬啦。唔系，我点会要抽成八次啊？边个咩八？我抽第三次咗，一百个八啊，一百个八。嗱，只要肯货金抽第三次嘅，就有咁嘅情况啦。唔好相信呢样嘢啊！呢啲概率嘅问题。你货完之后咧，就会好似第一次咁抽十礼装啊！好啦，嗱，第四次啊，终于有个似样啲嘅 account 可以俾大家用啦。有嘛？你抽埋佢啦，不如好，唔好再算树零，唔好再算树零
點解你唔抽呢？我錯啦，係咪先？都話都話噶啦，我運氣係唔好㗎。你睇睇下油馬、一抽就抽到只，唔係咯，賣到錢㗎。頭先嗰下係啦，第五次啦，十禮莊十個人。贏者有啲信心對自己，算吧啦，信心呢啲嘢不嬲都唔係手抽。嗱，上面發現，轉啦，禮莊嚟啫嘛，你黑件又嚟啦，送咗十八黑件啦，唔係啩？咁樣詛咒嚟嘅呢個好難嘅喎，一定有四星嘅喎，四星黑件咯、啊，有四星黑件嘅咩？哎，忍啦、啊、忍啦、啊，哦，四吧，四吧都好啊，李时珍中药，冇、啊、用嘅系。我用 Angela 測試嗰陣，實際上男嘅英靈真係好少有用。其實，哎，有人啊，咦，有人、啊，好多人啊，我已經贏咗樹人啦。我頭先三個、啊。哦、oh, ，OK， 你抽咗三次先三個喎、啊。哦，拉打後生版版本精靈靜態版。幾消？我轉咗，轉咗，轉咗，係。哎呀，你啊，大師啦，大師啦，真係好黑件嘅你已經，使點啫？仲有另一把，就另一把黑剑未出。有样嘢咁样想讨论下啦，究竟觉得黑剑好啲定还是书好啲咧？大家觉得书好啲啊，靓啲啊嘛。嗱，太太就落使点啊？有太太。咦，系咪完噶啦？四星出咗噶咯？可能有两只四星咧。就玩完噶咯。好难讲。后边应该全部三星礼装啊。野人姐，你看看你，虽然未抽完，呢句可能会俾人打脸嘅。咩啫？要 CCU。Oh, 哇！真係成日出全部都有，唔係，但呢張其實好用嘅技能，其實呢張 OK 啦，唔算太差嘅，係咯。咦？話有龍種啊！睇嚟你都係岌岌可危嘅啦，贏者。有兩個人贏嘅你啦，你十禮莊啊嘛，前無古人。后无来者，得啦，我就打我脸啦，我知我惨。唔系，系，我知道，我第一抽简直系经典添啦。唔系啊，点解咁多礼装噶？又系输啊，真系输啦呢个，呢个真系输。会唔会有三本书咧？真失败，冇两本，冇啦，咁完啦，咁就。是都是妈妈有太太咯有女咯，唔系好呢个呢、這个铺就好正常嘅，呢、這个铺就常即系好好平常，大家都系抽呢，应该抽呢个铺噶啦。一啲唔好，一啲成日认真，应该系认为自己好运，但系其实系一般人嘅运气，人都系抽到啲咁嘅嘢噶啦。好合理，高啦，算啦。嗯，咁我哋再去下抽，系咯。好啦，好啦，嗱，我讲嗱，即系最后一抽啦，真系祝雨有云。睇人仆街係最開心嘅，生死嗱咁，但係咧，因為其實叫做嗱，我哋咁多個都叫做仆曬咁滯啦，除咗有馬啦，咁所以咧連有馬我主將會仆咗多副啫。嗱，我係連一個唔玩嘅主持我都要，你都要仆一次啊！我撳咗佢，壓佢上嚟啊！咁呢個係啊，咁啦，咁啦，新手嘅運氣啊，咁去啦，就咁啦，撳我哋唔掂得緊先啫，係你撳噶。好啦，去緊啦。好啦，睇下新手嘅运气嘅 I M 究竟可以抽到啲乜嘢？究竟系咪十礼装咧？唔系啊，好开始，第一次见佢张四星原子嘴咒术，第一次见咗真系。我成日觉得啲概念礼装真系，点解系人嚟嘅？唔系点解佢咁靓嘅整到张卡？哦，黑件到你啦，第二次黑件啊！好出奇，唔系啊，新手都系逃唔过呢个黑件嘅命运。洗礼嚟噶嘛呢、這个？咦出啦出啦有咩出啦？哇今啊拉撒四星嘅，哇呢只几好用喎、OK, OK, ，我几中意用呢只喎，呢 OK 啊都系啊，证实佢系 PSV 嗰只，最起码佢招大，佢招大技，搞错搞到而家，我好不堪喎而家我，又系角色，几好啊三星角色，白沙女暴哇。咦咁多 PSV 角色突然间会头先唔见，英明果然有新手嘅运气，系咯，诶开局啦，开局啦，诶送得，哇有人啦，哇好多人，喂又可以卖喎，又可以卖噶啦，出去，梗系唔系三星啫，冷静啲，大家都见唔到彩虹，系咪先？喂上呢度两条女，冇彩，正所谓冇彩虹冇希望，但有女都有半个希望啊，有两条女，有彩虹你都要记住，有机会系孔明嚟噶。啊女啦女啦，佢又有四星礼装啊！即系唔系人，又未见过呢、這个，
唔系嗱，我有我两张，我食咗已经，系咪？我食咗系。新手嘅运力系咪已经咁易？哇！我都咁啊。咦？味道啊，啱啊，有味道而家，一啲都唔差。不错不错，想边个种？其实我哋喺度安慰紧自己，我发觉。咦？你有人啦？你睇下你啊！要试试，你睇你抽成点？喂，即刻弹落去，弹到即刻可以。又一只雷波。点啊 ，I am。嗱、啊，咁啊正常啲啦。龙乜？哇，你咩意思？你到第九章先话正常啲，咁前面都唔正常下。我是很核心嘅人嚟噶嘛？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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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啦。有龙乜？有龙种。O K 啊，有张四星啦。但系嗰张四星都几好用喎。嗱，最后垂死挣扎啦，呢、這个阿坑同场卡影，一人一抽搞掂埋佢。咁衰。你都唔留翻啲石俾人，呢、這個 account 唔係送俾聽眾咯，唔係係咯，唔好搞，唔係咯。好啦，即係我哋有一次驗證咗，即係貨金唔幾多，貨金冇乜冇乜所謂嘅，係咯，係啊。即係落音乜就再講啦。但係你就賭咧，就唔好揾呢只 game 去賭啦。即係作嗱，即係作為一個 master 嚟講，大家都知道就係 master 係好燒錢嘅，係啦。即係你冇翻咁上下嘅聖晶石嘅話咧，奉勸大家就唔好亂咁賭啦。啊，除非你唔介意啦。都有兩個 account 啦，係咪啊？兩個 account 應該會有人要嘅。第一個 account 唔知道，決定咗啦。第一個 account 會唔會有人要？唔知咧。